是要让你的心肌啊维持正常，不要突然停下来。好，训练你的独轮车，我最怕就是你的心脏麻痹。好，万一你练得很辛苦，万一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了，我会对不起你的家长。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练习。啊，没有，我讲真的是这事实哈。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你们。因为你们喝的饮料太多了，吃的太甜了，身体太强壮了，太大只了。